这个肉就是真的细到没朋友了啊！首先我给你们这样讲吧，第一，这个料子它的底子是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从它的开窗处，我们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棉脏啊，这个很关键，知道吗？Hello，大家好，我是一刀啊。今天带大家去看个猛货，走。相信大家也知道啊，这是去小杨家啊，富二代，缅甸富二代。谁呀？哎，等会你，你是谁嘛？给我一点声音嘛！我以为谁呀？吓我一跳！哎呀，到饭点了，你每次到饭点的时候叫我来看料子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说，今天的货啊，看到你就绝对喜欢。在哪里看？我包你喜欢。就好。等会儿给。今天的货我包你喜欢。不喜欢怎么办？哎，不喜欢不要钱。不喜欢不要钱。不喜欢不要钱，好吧？不要钱，能不能把货拿走？可以。我今天免费送给你，好吧？免费送给我们？对。不喜欢哎。啊？品的，你品的懂的，我不用说。不喜欢，现在我拿走了。不是品的，你懂的，我不用说，好吧？什么？你看，切不垮的百山桥。百山桥。超山野，你这料子皮皮还没什么裂啊？没有，没裂还少的。老皮果。有飘发啊，开窗料啊，它这是开窗料，皮革还是很好的，飘绿发，这料子实行好啊。为什么说实行好的？我们来看啊，因为这么大的料子，我们肯定是奔着手镯去了嘛，对吧？这个料子一个面有三个手镯位，它这个它就是可以缺多少刀就多少刀，它料子实行是方方正正的啊，四刀五片，3、3、5，15个手镯位啊！我靠，你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自然光啊。自然光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好吧？反正看自然光呢，我是挺喜欢的啊，因为它这个飘的绿花，它已经显现出来了，知道吧？然后呢，它这个宽度，开的牌子的宽度啊，好东西。现在没有手镯的一箩筐，是不是？手镯一箩筐，十几个手镯位，对吗？哦，这每一面都有开一点，是吧？你看，啊，水非常的漂亮。你们要看一下它这个厚度啊，你们要注意看啊。它开的这个都是在接近于中间的啊，打灯能有这种效果啊。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看料子了，好吧？先看一下它的开窗处。有荧光感啊，这个料子呢是一个从开窗处来看，它是一个冰飘花的料子，那可以看得到有荧光啊，但是呢还是没有起栏杠了啊，局部还是有点栏杠，这个位置有一条裂，那能够看得到啊，这底子也非常干净的，底子是干净的，这个肉就是真的细到没朋友了啊。首先我给你们这样讲吧，第一，这个料子它的底子是非常的干净，然后呢，从它的开窗处，我们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棉脏啊，这个很关键，知道吗？因为它底子干净，没有看到棉钉脏，然后呢，它的飘花飘的是活的，注意看，我们打灯，它这个光会往两边散的啊。还有一点啊，我们可以仔细看，它这边还是有一点那种淡淡的春，很淡啊。OK。它的开窗处我们是已经看了啊，是一个冰飘发的一个表现。那么现在来看一下它的皮壳，先打侧光灯来看啊。那它这个料子为什么肉肺这么细，对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它的一个皮壳给我们的反馈就是沙粒啊非常的细啊。压灯来看 OK， 种水压灯表现目前来看的话它是一致的，看到没有？你看一灯一条弧，一灯一条手镯是吧？嗯，那压灯它的空度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裂的话，目前它的一个正面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裂就是这一条，那自然光也能看得到啊。但这条裂呢，应该就是从这条裂过来的，看见没有？那从这条裂过来的，但是我们又看到这边它又没了，那证明这条裂呢它不是贯穿的啊，它进了，但是应该是进的不深啊。看一下这边。
这边也扎几针，那边也哦妈嘞。那这个料子呢，它的水头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每一面呢压针的表现都是一致的，它不像这边表现好一点啊，那边表现差一点啊，对吧？它不一样的，这个料子表现全身都是一致。哦妈嘞，来看一下，它这边都没有开哦，其实这边也是稳稳可以开窗的。其实这个料子表现一致，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想了，那因为百三桥玩法啊，跟木蜡的玩法是差不多的，玩内化。那像这样的呢，第一它比较容易内化，第二它不容易变肿，明白吧？这个就是它百三桥的一个优点。然后我们再注意看这边，这边呢它局部是有一点癣的啊，但这个癣呢，我们刚刚压灯也看了，它是有水头的，那看到没有，证明呢它这个都是飘花啊进去，那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证明这个料子啊很明显了，就是玩冰飘花手镯，好吧？如果说啊有喜欢手镯的，那这个料子就是我们来跟他谈，对不对？那这个料子呢出手镯是非常稳的啊，我可以把发摆在这里，好不好？就看是出多少条手镯啊，多大的圈口，明白吧？安总，嗯，给个面子。什么叫给个面子？我一直给你面子啊！我跟你说，到了信号我就第一次给打电话给你。放个大陆。这样放个大陆。也不能亏本的，是吧？对嘛，放个大陆嘛，这样嘛，我也不说，八十八万九十万嘛，是不是？没有嘛，是不是？直接给你七十六嘛。七十六。对。这次又报的这么低。你笑什么？你这个品质就是，我跟你说，摆在你的面前，是不是？其实这个料子呢，我们前两天有收一个莫西沙的啊，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小梦那里收的，也是四十多收的，我记得是啊，四十多收的。然后那个料子跟这个料子它又不一样，第一大小不一样，这个手镯的数量呢要高于那一个，但是那一个的杠位呢要好于这一个啊，所以他们是有区别的，明白吗？因为毕竟这个料子它有十五个手镯位。而且它的前身压灯表现几乎一致啊，你要这样想，所以呢它的风险啊要比那个料子呢更小啊，是这样的，这个风险很小的。你今天报的很实在，对吗？哎呀，我们都是我呢也不喜欢搞那种墨迹的事情，对，我也给你一个实在价啊，好吧，一口到位的那种，我很少一口到位哦，说嘛，四十五万。因为我前两天输了一个，也是一个刀哥，我跟你说啊，蚊子，你拍这一下，我跟你讲，只能值四十二万了。蚊子，这么大的蚊子，我靠，跑哪里去了？不知道。你不要乱搞，我跟你说，四十二，刀哥，什么四十二呀？你拍这一下不要钱的？是不是借了一个？不是，好的说，这个品质就是摆在你放心，我不会报价的，知道不？我知道，这是给你四十五，不开玩笑啊，四十五真的卖不了。我跟你说，你刚刚说给你一点面子，是不是？我什么叫面子？就是我给你第一个看的，知道吧？大哥，我们不谈这种啊。我跟你讲，我给你四十五了，我也是给了一口价，行不行？辛苦费加一点，好吧？什么费啊？辛苦费加一万。好的，这个品质就是摆在你的面前，好吧？品质你看，利润很少，说不定还会往群的深夜这边淡淡的群。对不对？别的地方说不定啊。但而且这边不知道能开出什么颜色。啊，你要不会变种的，你放心，是不是？百分之百不变种啊。你看嘛，装置也挺好的，你看这边都还可以开呀。就是我要给你们留空间的，我就开了这么一大小，四十六万八，最高了，一分钱加不了的那种。四十六万八。嗯。大哥，你后面看一下嘛，后面还可以开圈的。我知道这个不是，我打了几斤呀？这些你都不用考虑，料子你不用想了。现在就是价格，我打了几斤，你还可以开九的，还可以开的，你这不变种。这个还开什么呢？这个买来就是切的，还开它干嘛呢？哎呀，就可以收起来，你挂是不是？那我要切手镯，我收藏它干嘛呢？直接切嘛！哎呀，四十六万八，最高了，真的是最高了，再加一点。每次来你家，你都是饭点叫我过来。哎呀，饭点我才有空啊！我饭点我家里一个人，我还要吃什么啊？这里我又自己不足啊，就去买一点吧，对不对？我带你去吃个饭，好吧？好吧？
你们，我带你们两个一起去，好吧？哎，就46.8万，行就行，不行就算了。哎呀，你，好吗？好吧，好吗？不说了，好吧？我就说你要墨迹，每次都你要我打电话的时候，你要立马过来，好吧？我也啥也不说了，跑过来这么远，好吧？来，可以了，可以了嘛，是不是 ？OK OK， 是墨迹。来，你钱带过来不？没有。啊，你钱没有带过来，你要过来干嘛？等下打给你。你现金不给我吗？你要现金，现金要等明天。可以，可以，卡里就。你要现金还是要转卡？转卡就卡。转卡你 OK， 我现金要了，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OK OK。等一下，我等一下保你送你去嘛。嗯，那你拿个袋子装起来。OK OK， 没关系。OK， 那这个料子呢？百山桥的一个冰飘发啊，15个手镯位，然后是46.8万拿下的，平均算下来的话，一条手镯位我们给的价格就3万块钱啊，差不多。帮抬一下，抬到车上去。那我们今天就先记录到这里啊，有喜欢刀哥的，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点赞关注加留言，咱们下期视频再见。